想玩黑神话悟空，买电脑版还是 PS5 版？黑神话悟空已经发布十几天了，目前 PS5 港服商店评分是 4.35 颗星，满分5颗星，有 6.3 万购买者参与打分，其中7000多人给了1颗星。 PS5 版的黑神话真的有这么不堪吗？黑神话 PS5 版我已经玩了20几个小时了，我也咨询了一些玩过 PS5 版的朋友，满分10分，大家评分都差不多，都在7-8分之间。虽然黑神话悟空在 PS5 上的表现，特别是优化和适配程度不如那些知名的 3A 单机大作，但是也算中等水平吧。那些给低分差评的可能另有原因。黑神话悟空 PC 版明显比 PS5 版要好得多，如果你有4060显卡的电脑，玩起来要比 PS5 版舒服，但仅限于黑神话悟空这款游戏。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猜测啊，一是游科在 PC 版上投入的资源和时间更多，打磨得更好，还有就是游科在 PS 平台上可能投入不够，也可能是技术经验实力不足，最终交付的这个成品让一部分玩家感觉到失望了。比如一般 PS5 游戏都是 4K30 或者 2K60 这两个模式，黑神话悟空的 PS5 版只有 2K30 或者动态 1080p 的60，整整降了一个级别，而且没有 HDR， 也没有适配 PS5 手柄的全局触觉震动，另外加载时间过长，第三回也就是第三章有卡顿掉帧现象等等等等。其实 PC 版也有加载时间过长、手柄震动弱、不支持 HDR 这些问题，有的场景也会掉帧，但是整体的画面和流畅度 PC 版更好，但是得用40系显卡，这是因为英伟达就是做显卡那个公司，他下场帮忙优化黑神话，人家也是有所图的，因为这个游戏卖火了能带动40系显卡的销量。但是索尼这边并没有下场帮忙优化黑神话的 PS5 版，索尼之前帮助开发过剑星，但是代价是剑星变成了索尼的独占游戏。我想游科是不会让黑神话悟空变成索尼独占的，所以只能自己硬扛。下面说说为什么给一颗星啊，可能是这部分玩家开始的预期太高了，因为 PS5 上的游戏特别是知名大作很少有在优化上翻车的，像玩这种单机游戏，如果有高端 PC 的当然用高端 PC 玩，没有高端 PC 的买个 PS5 版一般也不会让玩家失望了，之前大家都有这个惯性，没想到这个惯性被黑神话打破了。黑神话 PS5 版只是一个能玩的状态，所以一部分玩家才会如此反感。其他给一颗星的原因，或者在评论区专门黑黑神话的给差评的，我都不知道出于什么动机了。黑神话悟空 PS5 版我一直玩的是性能模式，讲真话，现阶段画面确实不够看，画质模式那个画面还行，但是我受不了30帧。如果你是一名画面党，千万不要选 PS5 版，也不要选4060，直接上高端 PC。 我在4080显卡上玩，开 4K 分辨率，超高光追，全影视级，就算开了大力水手25，那个画面和帧率也是很不错的。另外我还看到有位博主分享他的4060显卡搭配 12490F， 整机大概4000多块钱吧，可以跑 2K 分辨率，大力水手开50，全中等特效，开真生成后能在100帧左右，如果不开真生成估计也能到70帧吧。这套软硬件配置虽然满足不了画面档，虽然里边也有一些中特效的 bug， 对于普通玩家来说那个画面也还行，也能够流畅的玩耍。不过我要给大家提个醒，如果是组装电脑，请慎重选择装机店铺，因为这里面猫腻太多了，它不如 PS5 或者笔记本电脑这种成品省心。现在4060笔记本电脑价格应该在7000-8000块钱。好，以上就分享这么多，给各位参考。